对，都是黑。ありがとう、髪飾り。はい、どうぞ。谢谢送我的戒指，朱莉恩，他可能自己洗吧。叫做晚安，他哥晚安，坤坤晚安，飓风亮晚安，咩普晚安。折下来，对，全部都折下来。对，我抢最多，谢谢给人小的红包，谢谢大家送的戒指。哦，好多人，Kasky 晚安，咖比晚安，哦，晚安，流出来的一定是石油，哈哈，对，几乎都是灰尘吧，嗯，真的好可怕，啊，这，谢谢送的戒指，我今天大家都送我戒指诶，是不是？活动是不是最后一天？安迪亚，Hello。应该是鼓风机那边沾到爆炸。对，就是马达，那个叫什么？等等。冷气啊，就是会转的那个地方，那边都是黑黑的。嗯，I'm the get it 安全裤跑出来，这是哎，这是这样的，算是裤裙吧。对，哎，可是后面也是裤子，对。哎呦！听到遥控冷气的声音就想睡觉，哈哈。大家刚刚到，要不要宣传？宣传什么？一起晚安。我住台湾满20年了，好快哟、哦！远远的像是川蜀运动用的，就是长长远远的，一件还是两件？算是两件吧，对，可是一件穿。安迪晚安，好漂亮，谢谢。偷着酱晚安，好看吗？对，可是这个我很久穿，不是，嗯。不常穿就对了，啊对，可是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投好了，除非就是没有会员的人，对，大家可以加入一下 AKB48 Team TP 的会员，嗯，然后现在有投票活动，年历票选活动，嗯，可以投给我，嘿嘿。有口音啊，对呀，我学中文，我没有学，我中文学的没有超过20年，对，投好了还能再加的，对，投好了还是可以再加的，嗯，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会再买几张投入卡，真的吗？谢谢 Sina，马上去加会员，谢谢帅爷，谢谢晚安，还没投的是真的吗？是因为你在考虑是不是没有会员吗？对呀、啊，现在可以，可是1年只那个会员只能一，没办法1个月付1次，只能1次付1年的，对，1年900元，所以你们可以好好的考虑，如果觉得诶好像不错的话，可以加入，对，有会员的话比较好抽。就是看公演的时候啊，可能会比较好抽到好一点的位置，或是呢，嗯，每个月都，他们每个月都送你们好像照片还是影片，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不贵吗？那就可以加入啊。投票还有5周，对，投票到8月25号，8月25号前都可以来得及。中文都比日文厉害？没有没有，日文比较厉害。他们欠晚安，影片是不定时，对。我也不确定他们都怎么选影片跟照片。每个月买一个会员，会员照片要看情况，有时候好几周没寄哦，真的。寄影片或照片到信箱，我想一下还有什么福利，就是 LINE LIVE 的活动，就是 LINE LIVE 官网，有时候官方他们会拍我们 AKB Team TP 的，诶 那得给。梦想那个让梦成真，对对对，让梦成真，就是可以有时候可以看到我们 我在讲什么啊？让我们拍让梦成真的时候，你们可以在有交会员的人，有可能就是有时候可以在现场看到我们。我朋友是你们的粉丝，那的那个浪漫城有的时候可以抽限时，对对对对对，现场座位没错。有学到几句台语吗？台语，那个给，等一下，我上次学到的台语，你等等。哎，就这么得了就到。我这集今哎，我上就是前几天我有学到一个台语，可是突然忘记了。微风广场看到你吗？微风广场应该看不到我。今天怎么好多新观众？对呀，我也不知道哎。草莓酱晚安。那么大概1年上一次吧，我的话对1年上一次，像是四亚前辈的话，可能每1个月上一次。对，可是现在疫情的关系，没有那么成真，对，可能要再等1、2个月吧。环保局快来了，7月10号，我也是新观众。刚好看到我哦，我懂，我也有看，就是二期生的那个吗？5月的，算是生日会的生日会的那个，大家投刘佳，让刘佳有自己的节目。哎，老晚安，没有投我就。我有机会可以上，就是明年的年历，对，明年的月历嘛，就是哎，那点那个，对，只有12个人可以上，所以我也很想进12位里面，那个还没开始。已经在怕，去年你们展示过了，他们现在正要举办啊，月历来月历，对，我已经头痛那天了，现在冒着生命风险买耳塞吗？卢 卡觉得自己可以代表哪个份呢？哪个份呢、哦？我生日吧，4月。其实我没有特别想要什么哪个月份，对，有在12位，有在12位里面就很好了。16取12，16不是3、40取，等一下哦，我们有40个成员。然后被选上的只有12个人，对。
不是五月吗？代表运动的季节哦。对吼，五月有那个运动会。对，日本的运动会都是几乎都是5月或是10月办的。对，对，38取12没错，应该是38。对，对呀、啊，所以机会就比较不一定会被选上就对了，但是我还是会加油的。嗨，你さんこんばんは。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忘れちゃうから今日使っちゃうもん。でもあとこの回るか、じゃあいいや。で、大家加油打气。开车出游。对，运动会啊，开车出游啊，还有打网球啊什么的。想看卢卡骑脚踏车的照片。こんばんは。哎，老谢送的戒指。卢卡没问题吗？对呀、啊，还是需要你们的应援支持。谢谢送的四叶草。卢卡开车哦，对，我太久没有开车了。好可怕哦！哎，最近怡真不是要考驾照吗？他前几个月，我忘记他几个月前就是参加驾训班。但是疫情的关系就一直延期，然后好像他好像这几天要考试的样子，不知道有没有考上。你之前有开过考完驾照后没有啊？考完驾照后就没有开了。有滑板我也不太会，我们家没有滑板。谢谢 Rock 送我的戒指。已经要考驾照，对呀、啊。自転車できない子は意外に多くてびっくり。ね、自転車私5歳でできたんだけど。でも、じゃあ、踏車、5歳就可以骑了。跟我一样，我考完驾照到现在都没开过，很可怕哈。几岁拿到驾照了？大四的时候，所以是23还是22？没有那么前面。没那么以前吗？应该是22吧，对，22岁的时候。哪天考试的话通知一下，我要避开那个路段。你不会去那边吧？他不是住台北啊。对，宜真原本在上课，在疫情都暂停，可是他这几天好像要考试的样子。还没开始开就停了。那天我要坐校车去学校。我拿到驾照也很久没有开车。运动神经が良かったんだね。そう、運動神経はいいんだけどね。運動神経はいいんだけどね。もうちょっと勉強できたかったなっていう。ルカの教習班教練会凶吗？哦，有一次超凶的，哦，超讨厌。他不会很凶，可是一直念我的那种，就是我做错，他就一直念，一直念。然后我那时候在外面那个那个 get，就是不是驾训班里面，就是有时候不是开到外面，然后练习那个考试的时候的路吗？对，就是我有一次好像就是。转车吗？那个叫什么？不是转车，等等，就是要左转的时候啊，好像开太快，还是开错路了，有点忘记了。然后那时候就被教练骂，然后他一直念我。我有驾照啊，对，我还不会开车，只有机车考证。哦，真的哦？今天有唱歌吗？不知道想唱就唱吧。日本で自転車利用する人が台湾より多い。あ、確かに、そう。逆にバイクは台湾の方が多いよね。在日本、骑脚踏车的人比较多。骑摩托车的人比较少。前阵子在路上看到道路驾训学员车，要回避一下。对，我那时候，我以前也是，就是我同学跟我说，其实你不用太紧张，
就是一般人啊，看到那个就是驾训班的车，驾训班的车子，大家都会，就是大家都不会靠近你。对，我那时候开车的时候，就是很担心从后面或是前面，就是车会撞我之类的。我以为驾训班教练对女生很好，不一定啊。不会，相对讲话超帅，对，真的，真的，路驾，对，我太久没有念，对，教练都这样，哦，对，回转，还没考，没办法体会，汽车，对，汽车，其实教练凶，我觉得是好事，代表这。教练认真，让我想到之前我学员第一次道路驾驶，除了教练后面还坐两个。哦，对耶，我的时候也有，我的时候也有，就是后面坐我，不是不是，我刚学开车的时候，我就坐别人的车，然后他也还没考上驾照。如果都有驾照了，还没有驾照，人家更怕你的车。之前的师傅说，教练车是三宝车，直接秒过去比较快。可能日本机车驾照难考哦，对，这是真的。所以我才在对，就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我在台湾考驾照，而且台湾考驾照很便宜，日本的贵死了。路上的人更车，跟车更怕驾训班的车。假日考照人少，有点忘记了。考到驾训班车子都会自动避开。假日跟你说方向盘会讲 handle 吗？不会耶 ，handle 不是日文吗？哦，不对，我记得台语也是 handle， 可是他们都是方向盘什么的，所以在日本才能丢。脚踏车，台湾人常常找机车。机车其实很难被偷吧？会吗？日本的脚踏车是真的很好被偷。就是我看到驾训班的一定快速通过，会怕。听说之前没有道路驾驶考试？对呀、啊，真的我知道。可是我考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我学车的时候，教练教完基本原则就放牛吃草。你的医生开始开的时候，可以跟他分享一下遇到的有趣事，然后就可以直接拿去换日本驾照。对，可以这样。以前驾训班教练都给女生吹冷气，男学员吹自然风。也是会可能被偷吧？你们有被偷过吗？我考的时候还没，隔年就有了。对呀、啊，好幸运哦，你们。所以真的有，我知道，我知道，副驾有刹车，不然我也不敢开呀。在台湾考驾照便宜，比较好考，对，没错。所以大家如果要去日本，对，所以我都在台湾，不是，所以我跟遇到的留学生，我都说赶快在台湾考驾照，回日本之后，真的你一定会后悔。不过增加难度也好，虽然上路是对啊，另一件事，教练对于男女学员口气有差，对女生讲话不一定啊，看真的是看教练。二輪じゃなくて私普通の二輪っていうのかな普通の車です普通の車の免許の話なんですけど、台湾だとね本当に15,000元ぐらいで免許取れちゃうんですよ。安いよね。15,000元って言うと日本だと4万5千円ぐらいかな。
まあ、4万5千円から5万、5万もしないよな。まあ、それぐらいで。ね。安いよね。しかも大体1ヶ月ぐらいかな。その教習所も大体1日1時間で、土日以外、私は平日で通って、それで、まあ、受けて。で、もし落ちたら2000円、また払ってや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ですけど、ね、無事に受かったので。そう、で、その免許証って日本でも使えるんですよ、申請すれば。だから、私、日本の留学生の人に、台湾来たらもう絶対免許取っとけって言ってます。安いし、受かりやすいから。うちの息子、今年免許取って30万。そう、でも日本だと多分それぐらいが普通ですよね。本当に。真的会丢着让你开，有状况才去找你。之前日本人都会笑到我们考驾照前跟手摇杯的价钱。对呀、啊，刚刚汉学长说他儿子在日本考就是三十万日币，所以是10万台币。在台湾好像。1、2万台币就可以考上了，真的很便宜，而且不用坐在那个驾训班。我上课开车的时候都一边听成员的直播，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教练对我跟女学员那个态度大转变。啊，我是自排的，对，不是手排。谢谢小翔送枫叶。赵凯晚安。对啊，很贵吼，30万日币哦。对，而且有的学校都要住在那边。就是我是读平日的那个班，然后每天1个小时，就是过去学一下，然后就可以回家。对，可是在日本的话，有些人真的会坐在那边。对。皆さん高くて驚かれてますね。本当にね。そう、なんか寮とかあるんでしょ、日本の。だからそれもあるから高くついちゃうのかな。日本教练の薪水也不是很高。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对。而且日本考驾照还不是一定能包上，台湾都主打考上为止。我们这边手牌贵一点钱。哦，真的哦。手牌比较贵哦，我们是没有，我的那个驾训班好像没有分的，就他们问我你想要选哪一个，他们说自动的比较简单，哦，那就自动的，10万台币超贵，对呀、啊，也在那边物价本来就很贵嘛，对，住在驾训班。在日本的驾训班要上多久？有点忘记了，2个礼拜吗？反正就是真的很像学校的样子。有人有报过晚上的课吗？晚上学感觉有点刺激。我的话，我是晚上8点。对，哎 不是晚上班，忘记了，不是晚上。对，晚上7点。对。如果有在下雨的话，真的很刺激。谢谢立刻送一封信，要做那边2周，那有工作的怎么办？就休息呀、啊。我先查一下好了。なんだっけ？免許。平日晚上很多，假日人少。可是假日不是一直都在那边吗？有点忘记，我读的那边没有那个六日的班，对。啊，说说自动车学校，自动车学校，何日間？何日かかるでいいか、やってみよう。自動車学校。
わかんない。卒業までどれぐらいかかるの？好像真的两个礼拜的样子。嗯，对，2个礼拜。可是从早上到下午6点嘛，对，可能都有上课。嗯，他们除了学那个开车之外，还会学那个什么交通规则啊之类的。最近自動車学校混んで半年くらいかかるのじゃらしい。マジか！そんなかかるんだ。うわあ、それは、それはあれかな？入ってからじゃなくて、入るまでに半年かかるって感じかな。夜是晚安。以前是上晚上的班，三个老师也不管，跟我跟女同学开车，开着车在场内乱晃。我是那个暑假じゃなくてね、暑假的相反，冬假嘛。哎呦，今天我脑袋有点转不过。入ってから半年予約が取れない。マジか。それはそれは。あ、寒假、对、寒假。对。我是寒假的时候。一个月嘛，有点忘记了。我记得是一个月，对。嗯。可是就是后面2个礼拜呀，我的实习开始了，所以我那时候很辛苦，早上就是8点到医院，然后实习结束了，我骑脚踏车去家训班，然后就是开车开，然后结束，然后晚上还要打工，然后才会带，才到家。あの時が一番しんどかったわ、多分。よいしょ。夏天考驾照好热，对，夏天一定很热，所以我建议大家都是冬天考，大家很辛苦，以前比较辛苦。比较轻松一点。不对，好充实的生活，对呀、啊。我只去家训班练2次就没再去，然后就考试。为什么？你是不是本来就要换？日本有电动车哦，真的哦，这个我不知道。啊，でもなんかね、日本有些家训班学的不一样嘛，所以好像真的可以学那种。そう、なんか、ある車を運転するための授業みたいなのもあるみたい。日本だと。そう。で、あ、可是台湾？可是那时候老师没有教我交通规则，就只有技巧的部分。夏天遇到雷带，那下雨的时候很可怕。晚上下雨的时候，那时候真的蛮可怕的。嗯。なんかちょっと高い、まあ、ベンツとかなんかさ、そういう、なんかね、違うみたいよ。あ、違うみたいというか、その、普通の車とあれが、なんだ、ブレーキのあれのよくわかんないけど、違うから、その辺は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日本驾照比台湾難。对、这是真的。要你自学吧，家训班不是每次都让你写考卷、写考卷吗？我是没有，他们只给我那个一本书，然后他们叫我自己学。卢 卡会开车吗？对，我现在在讲家训班的事情。他们的给，应该现在应该还是会开吧。マニュアル車とオートマチック車の2種類。そう、台湾も同じですね。私はオートマチック車の免許を取りました。模拟测验都超难，结果正式考那天笔试超简单。我记得题目是一样的，差不多一样的。嗯，不是上完考古题，对，我记得是从古题考的。嗯，然后考
考试前一个礼拜，我每天都在用那个，我每天都在练那个古题。然后当天考一考，然后成绩不是马上出来吗？哦，超级低空，我记得是60分及格，然后我考60分。对，车底无异物，对，轮胎正常，那个车压什么正常，每个都要讲。不是85分及格吗？诶，是吗？那我应该是考85分，我忘记了。反正我是考那个及格的。80我怎么记得是外面路考，笔试我怎么记得是60分，有点忘记了。啊，对，一题2.5分，对对对对对，没错，那可能是85分。看不懂题目吗？没有，不是看不懂题目，看得懂题目，只是忘记了。好像75还是77就及格，路考70，笔试85吧？哦，那就是85分。对，我忘记考几分。对，然后那个驾训班的人说：“没事的，有85分就是跟100分一样。如果是80分的话，跟0分一样，有及格就好。”没错，有及格就好。最近笔试成绩拉高了，真的吗？真的吗？那就是不会。我笔试差一点，结果考第二次。哦，真假的？路考70分，压线扣32就掰了。路考我有过，对。路考的话，好像比85分还要高一点点，对。可是我那个倒车。那叫什么？倒库停车吗？就是最简单的那个，我就没有过。哔哔的觉得 ，S 字型我有过。还有什么？那个先爬然后往下的那种啊？对，倒车入库，对，对，那个超讨厌的，我练习的时候都没有失败，可是当天可能太紧张了吧，然后就 B 了。对，然后 B 之后啊，就是帮我看的那个，检查帮我检查分数的那个人呢、啊，我在 S 字型的时候，他都一直盯着那个线上。对，上坡起步，对，已经那种都忘记了，那是手牌在南吧？哦，有可能哦。S 型还有在考吗？我的时候有考，现在我就不确定。路考压力一定超大，手牌最难的应该是山坡起步。了解，我是自动的那个，所以山坡起步应该是那个不会太难。哦，还有那个就是要走。就是不能歪掉的那个叫什么？直行。那你觉得50公尺吗？就是有那个线要开，一定要开，慢慢的开那个线上。然后如果不小心歪到外面，就会哔哔哔的。直线，对对，直线。要加速吗？我记得没有加速。我记得是不能开太快，我最怕前面的车上坡起步。开车的才知道教训方式只是怎么叫停车而已。也是一人晚安。考完之后，监考官跟我说你是不是忘记？手牌要换到三档，字牌没什么，哦，了解，所以那个对字牌的人来说送分题就对了。现在不用，以前好像有。那个字牌很简单，手牌要一路换上三档。哦，
我们电视才有吗？别急。哎，对对对对，我记得是才有吗？可是好像不能超过某个数字，也不好像是这样的。直线加速手牌要换到三打，所以比较难。哦，了解。反正我是考最简单的。我觉得家训班只有教怎么踩刹车而已。どんな車を運転してみたいですか？あ、でもね、なんかね、どういう車を運転したいってのがなくて、その、運転しやすい車がいいです。ちっちゃくて、なんか、ちっちゃくて軽いようなやつ。まだちょっと怖いんですよ。そのね、免許を取った後、一度も運転してないんで。实际上、我觉得最難的是、还是找車、找車位。台北好像真的比较难找，嗯。那开特斯拉自动驾驶还算不错。实际上路最难的不要碰到三宝。什么是三宝？对呀、啊，希望之后有电动车。早めに乗らなきゃ忘れちゃいそう。そうなんだよね。本当に。驾训班じゃないや。自動車学校、まあ、卒業っていうのかな、台湾だと。免許取った後が一番、ね、本当に、取った後が一番無敵状態って言ってたから、みんな。台北開車真的不方便、我也觉得。而且是超難找車位。ルカ有给哪个成员带过？欸、好像没有。没有欸，我都没有。三宝就是不好说，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明年生日礼物送特斯拉吗？欢迎，欢迎，欢迎，我们欢迎你。不找车位，嗯。就要停很贵的停车场，对，停车场的那个钱也很贵。女人、老人、老女人，所以我也是三宝之一，是不是？女生啊，而且为什么老人跟老女人不是一样吗？没有口音吗？有吧，还是有啦。特斯拉怎么卖在松野？没特斯拉可以送极速浪漫旅代替吗？差很多欸，不一样吗？如果是女孩，好哦，好哦。如果不是三宝，三宝。欸，でも老人とさ。さっきの老女老女は老人の中に含まれてないの？三宝。我自己查。我是女神不算哦，谢谢。不守规则了。嗯。好可怕哦。好啦，我是女孩 ，OK， 我是女孩。谢谢变成新鲜柠檬送我生活，做过马路三宝这个吗？哎、欸，真的耶，女人、老人、老女人。ルカさん有教日文吗？现在没有耶。老女という言葉があるんだね。老いに。女って書いてあと人ですね。そう。まあ、その、まあ、おばあちゃんっていうのかな。おばあちゃんって言い方もおかしいな。まあ、だから、その、お年を召した女の人って感じ。あ、でも、あの、その人に向かって、ラオニューランって言っちゃダメです。そう。不要ちゃんはいるか。車の免許持ってる女性はだんだん多くなる。そうだね。昔よりは絶対。
觉得应该还要学习日文的。你想学吗？卡妹没有驾照吧？对，卡妹没有。难过，早安，金城武，早安。果果也想要考驾照，不想被果妈果姐强力制止住。杰西也打算考爸爸，为什么不能？他们不能考？我觉得他们学了就变成安全了。可是我看过开车技巧比较好的是，都是阿姨。杰西可能会暴走，真的吗？卡妹，我在就好。机车驾照他也没有，对，因为日文老师的关系，想学习日文也应该也很合理。就杰星除了音乐外的音乐，果果怕开到肩が凝るすごく。无所谓，上路才重要。我也有，没关系。你们肩膀会酸吗？卢卡先生，我也想考机车，可是没有机车可以坐。Mr. Ghost 可能晚安，做了什么吗？肩膀酸。做了什么？可能睡太久吧。开车真的很容易睡着，特别高速公路。大家蛮晚安，肩膀还好，比较腰痛。对，我发现我们家有这个，给你们看。肩こりだけ頭とか痛くない大丈夫。とりあえず今はね。ダダーン！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奥美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嘿嘿。然后接在这种。不是按摩棒，不是，对，天秀他治疗器的，没错，不是这样用的，当然就是贴在肩膀，然后开一开，咯咯咯，然后它就会动。对，我是脚残的，我脚残的不是很酸嘛，就是因为跳舞的关系，所以我就贴在脚，然后就是用这个。惩罚游戏吗？不是的，贴背上。卢卡马特里 S 边上 S 边上，他会电你们，会，哔哔哔哔。就是我觉得跟那在中医用的电疗那个东西很像，应该是一样的吧？复健科专用的，对。然后卡妈就送我这个，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你有这个，他说。他以前肩膀常会酸，所以就是才会买这种东西。可是他已经没有用20几年了。这个会比去医院电疗好用吗？当然是医院的那个电疗，可能就是一次可能可以用很大的范围。对，贴片可以换，对，还有贴片，对，还可以换6次的样子，可是我不知道这个现在在哪边有卖，感觉这个很久以前卖的东西，今も売ってんのかわかんない。二十斤应该没有坏掉，还可以用的。对，我昨天也有用。啊，タロさんこんばんは。附件贴那个在背上真的超舒服，
现在要用吗？现在用吗？好啊，用用看。一首，这可以选那个一二三，我觉得三以上就很，三以上就开始痛了。あれ？え、これ、え、ちょっと待って。ついてる？腹筋つくやつやったけど効果なかった。おかえじゃん。あ、や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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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ー、わ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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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ほほうほほう哦哦哦，三不行，三不行，我觉得我的那现阶吗？私の限界は二です。来，我再帮你一个比较快。卢卡冰果，快上荞麦面，贴这个，然后弹钢琴猜歌。是我要弹钢琴吗？还是你？去左泡面，跳五以上才有机会。我觉得五以上太危险了，最高是五，就是会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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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的开可以开到一百多，跟这个不一样啊。他们的一百跟这个的，哎，他们的五跟这个的五完全不一样哦。ちょっと待って、一回取るか。对，可以看最强是五，五以上才能看到 Luca 的手在抖啊，很可怕哎、欸！你们确定？那我应该要贴在哪里？这边吗？还是这里？脸颊不要了，脸颊不要。进前十二贴这个唱歌，脸颊会真的酸痛吗？不会。え、大丈夫なの？顔ってやめた方がよくない？还是手呢？好，这里好了。好，这边就在这里。好可怕，怎么办？好。那种开太强很不好，对呀、啊，不行了、啊。我觉得三就已经开始蹦蹦蹦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哇哇哇！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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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行不行。我觉得有点危险。我觉得三就已经是难得了。限界が3です。那说不定贴的部分，如果也有可能是，如果是肩膀的话，可以开强一点点。可是手的话，真的不要开太强。嗯，对啊，还是有一点麻麻的。砰砰砰砰！我要这里使う。舞会怎么样？你要用用看吗？我觉得会痛到不行的那种。程度，现在还是有点不舒服哎、欸，手臂本来就比较敏感啊，对呀，开太强肌肉过度收缩会酸痛，对，专业的这样跟我说，那就不能太，那就不行了，现在有点麻麻的，你可以买呀、啊，你可以买。改天买个来玩，对，可是你不要受伤哦。嗯，听说人大家敏感的地方都不一样呢。そう、なんかね、人によってなんか敏感なとこ違うんだって。全然関係ないけど。建议不要玩太高，
骨科开九十以上就，我不知道骨科的九十是这个的哪一个？对，有可能他们的九十就是这个的三。为什么会我们不要在这个就已经很懂了？我觉得是就是不想睡觉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就是用这个就会有一直有刺激嘛，呼呼呼，什么大好き，そう。人によって違うみたいよ。なんかね、誰だっけ？なんかね、そう、この間東海オンエアっていう YouTuber の人がね、見たんですけど、なんかオーラがわかる人がいて、出てきて、で、なんか、その人のどこが一番、なんだろう、一番敏感なとこがわかるんだって。そう。で、なんかある人は、なんかね、なんだっけ？鼻の穴っていう人がいたの。なんかね、右手とか鼻の穴とか、あと首とか、あとね、膝の付け根？なんかね、それも不思議だなと思った。人によって違うんだって。それでね、なんでわかるのかって言ったら、オーラが出てて、そこだけ、光るんだって、その場所だけ、バーって。そう、だからそこを。よいしょ。で、なんか大体の人は気づいてない、そう、知りませんでしたっていうのがほとんどで。でも首とかだったらわかるよね。私首は全然何もない。你们脖子会、有人摸你的脖子、你们会这样吗？そう、なんか人によってさ、あと、有人可能就是抖你一下、你们会觉得、好痒哦。会这样吗？そう、就是、有人摸、就是、なんだろう、こちょこちょ？哎、欸、很、就是、有些人会怕痒，有些人就不会嘛。对，突然摸会吧？你说脖子吗？还是肚子？哎呦，没有被摸的基因，就是男生不是会这样玩？如果已经知道他会了，就不会。哦，脖子还好，腰会。我是怕腰，对，我也觉得怕腰的人比较多。可是有些人一直都会这样，他们都不会怕哎，我也很好奇。对，我对脖子也完全没有，完全不会怎样。腰跟肚子我真的不行，肚子我真的不行。就是有时候啊，我之前去骨科还是骨科，他们不是会帮我按摩？哎，不是按摩，那个叫什么？敲鼓的时候，他们按我的肚子，我一直都在笑。我肚子真的不行。对，所以那以前就很想知道其他人都怎么忍耐，但是后来发现他们肚子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敏感。脚底我不会痒，我会痛。脚骨不是很痛吗？是还好，嗯，那点的我来，是骨，那不是骨科，很像，就是要调整骨盆的那个位置的那种，点的，整形外科也不是，应该算是骨科。准备通过 Daisy 成为 Luca 了。要怕呀！哎、欸，真的不要，真的不要，真的不要！我会打他们。哎 欸，算是复健科，可是不是医院，就是可以他们会专门帮我们敲骨的地方。让我想到之前疫情刚出，等等你，疫情三成员演戏谁被养？可恶，想背的，对，太凶了，类似国术馆啊，应该吧，应该是。谢谢送我热血东京，谢谢橙色，
对，那时候卡妹也在旁边呢，然后就是那个师傅他们都帮我敲鼓，然后我一直在笑，然后卡妹说你在笑什么？我说他摸我的肚子，物理治疗，对的，应该是，国小的时候，现在我很想去，可是没有钱。强纳森现在这么花车，卡妹好肚对肚子好像还好诶，脚底她也不会怎样，脚底我真的会，我超级会痛，超级怕痛，我有时候就是心，不是心情，什么肠胃不好的时候，卡妈都帮我按摩，我每次都会尖叫，也可以叫物理师疗师，物理治疗师可能。小莫，卢卡的肚子不行，有腹肌，说不定可以忍住。哦，有可能哦。在小时候嘛，我没什么腹肌，有这个真的有可能。凤 甲会怕痒吗？不知道哎。我要怎么判断凤甲会不会痒？想看尖叫，会很吵的那种。那你有去过脚底按摩？没办法，我没办法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按的就觉得超痛，我去那种专业的，一定会觉得更痛。卡妹有腹肌，应该不是啊，所以想说每个人有可能每个人敏感的地方都不太一样，对。有腹肌可以把按的人夹住。凤姐的肚子看看，结果你就被咬。对，可是凤姐感觉不是，我摸她肚子，她会咬，感觉不是因为怕痒，应该是因为就是猫咪的肚子就是，等等，无不比的地方，无防备的地方。卢 卡的牙齿好可爱，牙齿，谢谢，你是我的兔牙吗？对，它就是不喜欢被摸，没错。对啊，很多猫咪是这样，很多猫咪被摸肚子都会不开心。谢谢龟酱送我四叶草，李真谢送我戒指。そうでもさ、なんだっけ？そう、鼻の穴がすごく穴で敏感ですねとか言われてる人いてさ、鼻の穴って思って。鼻の穴だよ。 いや、でもそういう人もいるんだと思ってね。ブルーライトやクーラーで体に負担かかってるんだろうね。あ、私？ どうなんだろうね。わかんない。我第一次做 SPA 吓到不行。对，有可能，那你有可能就是全身都会怕痒的。狗狗被摸肚子比较开心。对，狗狗的话，最脆弱的地方，所以愿意给你摸代表很信任。我是故意摸的。他在走路的时候，我就啊，凤姐，我要摸肚子。凤姐还不太相信卢卡，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でもね、ブラッシングの時は、我有时候不是帮他梳头发，梳他的毛吗？那时候我梳他的肚子，他会超级生气。可是我妈帮他梳，他就不会生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次去泰国按摩，也是狂笑，按摩师也跟着笑。是因为他摸你，所以你觉得很痒会笑，还是他按的没有太强，只会觉得很痒，是不是？对啊，所以有可能他比较信任我妈啦。对呀，波姐没有不喜欢我，只是没有信任我而已。是不是你太粗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哼。加入特晚安，忍不到下人摸我，我可以摸他，可是我不能帮他梳他的肚子。泰国都在你身上走来走去，身上怎么？怎么觉得好奇怪啊？他按超用力，超痒的。哦，是真的哦，按用力就会痒。其实这样也蛮厉害的。我的话，他们按很用力，我一定会痛。因为卢卡都在他无防备的时候偷袭他，呵呵，没错。
喜欢跟成绩是两回事。按摩又痛又痒，又痛又痒。了解。かゆいな、そうでも。本当にかゆいなって思うの、お腹ぐらい。あと脇かな。脇とお腹はかゆいと思うけど、他は痛いの方が強いかも。谢谢少元送我臭臭泥。或者又欺负卢卡，他每天都会欺负我啊，每天都会欺负我。正常的，他们真的会踩你，是踩哦，用脚踩的，不是用手吗？夏天破脚在哪里？夏天哦。他感觉不怕热的样子，嗯，他都在有太阳的地方比较多。啊，那我像李宇文一样穿上，谢谢龟江送的车车泥。为什么按摩是用踩的？好恐怖哦！整个踩下去，实现大家的梦想。那如果？那个按摩师在你们身上走来走去，你们一定会死掉的。对呀、啊，一定是比你们亲的人嘛。哦，那我看来我不能去泰国被按摩了。我相信，对啊，超过我，我相信大家他们都超过我的体重。有踩的按摩完才有脚底的味道。大象按摩给大象，不会死掉吗？是小大象还是？他们那个有训练的蛮专业，不会乱踩。也有男生呢、啊，不然一直用手按摩一整天，他们会累死。哦，了解。被大象按摩过，好可怕哦！他们万一……踩你的头怎么办？哎，ゾウに踏まれるの怖すぎない？他们那个有训练过，而且天花板有哦，了解。哎，怖すぎる，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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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会有那个分散力哦！我有被大象用鼻子举起来过，超厉害。小さくても怖いよね。あ、なんかね、今聞いた話によると。体の上になんか棒か何かを乗っけて、象がその上を踏むんだって。だから、力が分散されてそこまで痛くないって言っても怖いよね。それでも怖いよ。怖すぎる象は、頭踏まれたらどうすんのって感じ。深山大叔晚安。我查查看好了。泰国大象。泰国。大象踩え、これかな？え、怖っ！あ、多分これかな？え、でも怖い、それでも怖い。用刀按摩你敢是？那个也不敢。用刀按摩，那不是台湾就有吗？所以那个台湾でさ、なんかあのするみたいなやつがあってさ、クジャシンさんちょっとに、あれが怖すぎてできない。刀疗，超可怕的。嗯，而且他们还要那个眼睛这边偏偏偏偏偏偏偏，哎，待って怖すぎる。中華包丁じゃん。しかも，刀疗真的太可怕了。用刀背吗？真的吗？可是我看这个照片哈，他们没有用刀背哦。
これ見る限り明らかに下で明らかに切る方でやってるよ。但我连尊重一开始连尊重都会可怕，可是现在已经习惯了。台北地下街有刀疗按摩，我只有在电视上有看到。哇、哦，好可怕、哦！不行不行，眼睛应该是这里吧？我现在看到的照片就是用这里。不是刀背，而是超大的菜刀，会留下痕迹的那个。哦，了解。卢卡先生有群吗？你说 LINE 群吗？我是没有，可是粉丝那边好像有。我有去过刀疗，那刀真的可以切东西，师傅有切给我看，好可怕哦！不行，我真的不行。No。不行，好可怕！有火疗，火的也很可怕。为什么没有正常的？台湾有太多可怕的按摩吧？粉丝那边有是指就是，粉丝自己串的，不是我自己串的。对，怖すぎないだって。刃物だよ、刃物。不会痛吗？不能切东西就是詐欺了。师傅一边切一边说：“你真的就会变这样。”台湾民俗疗法真的很多元化。对，还有什么？用隐蔽吗？我就一直刮刮刮的那种，那个超可怕的。皮肤会刺刺的，他说他切过猪肉的不行，但牛肉的可以。我，そうあとなんか背中をさコインかなんかでえぐるやつあんじゃん。あれも怖いよね。刃物は垂直に当てる分には切れないとは言うけど、そうなんかねタオル引いてその上からやるみたいだけど、どうなんだろうね。怖いよね。マティ晚安。刀疗完会一点红肿，哦，日本也民俗疗法吧？没有这么夸张的。我姑，可是那是应该台湾还是中国那边？我姑って言うんだっけ？なんかここに乗せるやつ。あ、お姑じゃない。なんだっけあれ？ね。やばい忘れちゃった。日本的民俗疗法有就是这边，那个呢，那怎么的了呢？就是放东西啊，お灸だお灸，そうお灸お灸お灸，お灸，啊，这就是你们说的火疗吗？我給的中文，我粉丝团没有条件，就是 TP 的粉丝团跟一般的直播组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加入我的粉丝团就对了。谢谢那个手戳戳你。我灸的中文，针灸不是针灸，反正这边放东西，然后这边有火，这边点火，然后就会噗噗噗。谢谢送车车你，当日浪花十万就可以加入烂群，好好笑，什么时候有这个挑战？不是挑战，条件。有要回答超困难的问题哦，对哦，现在有那个检定，好像要回答检定的样子，对。
然后超过分数才可以进来。对，总之 TV 粉丝团就是当对成员表示支持就好。嗯，没错，没错。可以加那的粉丝团，偶尔有红包可以拿啊。对，这是真的。我看一下，我现在能不能发？啊，不行。对，对，好像要回答检定，所以可以先了解我再加入。不是订阅三个月可以加那群吗？没有没有，你有整形吗？没有，我看起来有整形吗？如果我会整形的话，我不会整，我不会这样，我绝对不会整这样。检定要几分才能进来？我怕我没过。你不是有过吗？哎，听到好多门槛，这样会把别人吓跑吧？不会啦，他们都知道开玩笑的。鼻子就是整过头。哎，哎呀，你们以为我的这边有东西吗？可恶，都是骨头啦，都是骨头。为什么你这可你那么可爱？谢谢，七七群就是要卡，你很美，哭什么？对呀、啊，真坏。那你要不要去整形？你去整形啊？为什么要整形？而且现在整形不是很对，要整形也需要这个。如果讲说给你台词，希望说你个懂 SM， SM 的噻。不要让古德呢认真讲这种玩笑，真的很蛮不尊重人的，我也这么觉得。我也这么觉得哦，你下次讲话要小心一点哦。谢谢青云送我戳戳你。卢卡不要哭，你已经很美了。又让我想到卢卡的别名，怎么？卢卡很美了，不用整，谢谢。还真的谢谢你们。待会十一点见，跟我十一点要讲什么？那个人是来乱的吧？可是我看到不想什么都不要讲，懂吗？对，谢谢冠云送，不是冠云，你想谢谢酷家送我戳戳你。卢卡很美，谢谢冠宇戳戳美容法，希望会。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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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戳戳鼻子，不想回就不要理的，不要啊，我就是要回啊。为什么？如果我不讲，我可能心里还是会受伤，懂吗？所以我一定要。我一定要呛回去。对呀、啊，懂吗？跟你晚安，没事就好。笑死，就开不想十一点加开。对呀、啊，要讲就现在讲。你太美了，是不是有神经？这样问会生气吗？不会生气，对。你有没有整形？我不会生气。可是有人说你要不要整形，我会生气。管你屁事！我想要整形，我会自己整形。不讲就要加播，有说出来之前哦，主动刊登过的意思。就会谢谢看了五个新鲜歌名，那么卢卡的鼻子有几个？当然只有一个。你长得这样还敢呛，什么意思？长怎样就不能呛人？长太美就不能呛人吗？还是长太丑就不能呛人？嗯？
阿丽晚安。谢谢旅馆带我去流浪。你有钱整形吗？没有啊，要不要送我？你送我钱，我会去整形啊。哦，谢谢旅馆。真的要放在这样继续走吗？你是很特别的哦，谢谢，谢谢，我觉得这是夸奖。好啦，啊，我有点无聊了，我觉得好无聊，拜拜。卢卡脾气真好，他要是像一个生气的。我刚刚搬了，没有，我想说先讲一下再搬吧。要有新的贵人，卢卡对我特别好。哎，不行了，我不要管他，我想跟你们讲话了哟。先跟你们讲话就好。嗯，卢卡，你觉得真的觉得不行的话，就搬哦，搬了搬了。不用跟那种人讲太多，影响你自己的心情哦。对，可是刚刚我看到的时候，我想说我不讲，可能就会等一下会不开心，懂吗？就是对你都跟他说话，我出事了，对不起哦，对不起，不要这样。对啊，就是我时间都给你们。对呀、啊，刚刚阿丽都来了。哎呦，我在干嘛呢？我在干嘛呢？我应该要跟你们还有跟阿丽讲话啊。卢卡脾气很好，我很喜欢卢卡。我刚刚很凶吗？还是我知道你就是那口气吞不下去。谢谢杰泰若莎送我看好你，不讲广播之后就又要加播，我被影响了。看卢卡被欺负，等阿丽来看，等阿丽来看二届了，我哟，他太久没有来看我直播，然后看我，然后看到我的，然后看我的二届，因为欣姐要打赏送红包。哎，为什么无法领取啊？现在是不行，现在不能领取了。我觉得刚刚卢卡很有梗，有吗？卢卡太善良了，你应该直接说，你给我两个帝王之后再考虑一下哦。对，可恶，刚刚应该要说这样。对，对呀、啊，之后有这种人，我就说，你再给我帝，你给我两个帝王之后，我才有那个钱。胸田刘家，要点一下。谢谢 Killer 的红包，哎，还是没办法。哦哟，明明前面可以领，对啊，刚刚 Grace 讲不是送我红包吗？那时候可以领，为什么突然不行了？卢卡兄三名兄的哈，我相信了，对。阿弟，欢迎回来。
我剩六分就要关播了。对啊，卢卡平时很温柔的，没错，艾莉应该知道。艾莉平常对我也很温柔，只是刚刚发生意外了。对。谢谢 Sega 送我和你一起的呢。哦，还是没办法，没关系，你们可以领就好。我刚刚手机网络差，进进出出的，好久不见 Luca。对呀、啊，太久没有遇到其他人，也太久没有看到阿里。谢谢送我紫仆的守护灵。Luca 平时温柔，很温柔啊，怎么可以说这样呢？你们。你是怎么样的温柔？就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我很温柔吗？嗯。不过为什么我喜欢看艾莉骂人？谢谢那个送臭臭泥。奇怪，我送两包红包，怎么没上榜？我没办法，现在没办法领取红包。对呀、啊，剩五分钟了。一般的温柔，对，红包不算贡献哦，好像是哦，红包，嗯，笑笑谢送行李箱，陆凯真的很温柔，很可爱，谢谢。粉丝团也算吗？啊、哦，谢谢哥加上我送送你。如果付浪花，用浪花加入粉丝团，也会算贡献吗？你的牙齿好可爱哦！刚刚也有人这样跟我说、欸，哎，Luca 超温柔天使，谢谢。你要开粉团，那我只好加了。嗯，我也觉得是同一个人，是不是那个？是不是一开头的那个？谢谢强大先生，我告白气球。好烦呢、欸！在他在阿丽面前没，在阿丽面前没人可以欺负成员的。对，阿丽说什么？我刚没看到。对啊，可是这样，等一下，我刚刚一看名字就觉得，啊，可是好难哦。我也很想只有跟你，我也很想只跟你们聊天呢、啊。我也不想浪费时间。那我之后看到类似的，要怎么办呢？好烦哦。对呀、啊，欺负我一点都不好玩哎、欸！骂我骂我！要唱歌吗？嗯，好啊。怕你不舒服哦、喔，会不舒服是没错，可是，大龙哥，可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比较好。Bang bang in the room, I young and ready. Bang bang over you. 嗯，可是差不多了。我觉得我还是先关播好了，剩两分钟而已嘛。Bingo.
北极熊笑笑。哎，有红包哦，哈哈。那我看来没办法直接关播。神圣一个一罐，我想一下，没办法哦。谢谢小白兔加入我的粉丝团。对，阳关包没关系吗？好。那我还是先今天就直接关掉好了。嗯，看你要不要撑十分钟。嗯，多喜欢啊！哦，对，我昨天呢，好像关播，不是昨天，对不起，前天我开播的时候结束后，发现那个版就好像就是强纳森告诉我，胡呱呱变八第八名，然后对有变那个版就对了，嗯，对不起，我那时候没看到，我们。自己去抢了，直接关没差。好啊，好啊，那我还是先用这个。あれ？ちょっと待って。あれ？よいしょ。いいかな。中午遇到主吗？怎么知道的？超过时间掉礼物的就算没事吗？哦，真的吗？好，没关系，我只是怕他。我没有被念到他，他会难过而已。嗯，哇 ，OK， 今天的第十名，今天的第十名是 Lingo， 谢谢 Lingo。第九名是北极熊，谢谢北极熊。第八名是夏夏，谢谢夏夏。第七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六名是帅源，谢谢帅源。第五名是强纳森，谢谢强纳森。第四名是旅怪，谢谢旅怪。第三名是 Leg， 谢谢 Leg。第二名是 Kuja， 谢谢 Kuja。第一名是长色，谢谢长色，耶！ありがとう。谢谢，今天谢谢来陪我聊天。哦，我心脏现在跳得好快哦，怎么办呢？咚咚咚咚。咚ありがとうみんな。那我今天就先休息好了。嗯，辛苦了，你们也辛苦了。ありがとう。今天谢谢陪我聊天，爱你们。ありがとう。お疲れ様。心动的感觉。谢谢涂家让我说错你，对啊，然后刚刚谢谢保护我。谢谢涂家送我臭臭泥，哎，版了是，光线版是不是变了？对啊，涂家变第一名了，耶、yeah ，恭喜恭喜！
大家晚安喽。对，我关播后想一想一下，等一下之后要怎么倒垃圾？好了，拜拜，爱你们。11点会开吗？不会，今天就这样。坐着念。然后，对，我明天会 po 影片哦，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没有，我讲的太白痴了，没事没事。半夜倒垃圾不是，我想一下怎么处理那个垃圾就对了。OK， 拜拜。红包结束我就关播。我知道你们不是垃圾，你们不是垃圾，我最爱的你们怎么可能是垃圾呢？好了，拜拜，早点休息哦。